只要记者一问到感情的事，你就会立刻摆出一个那个我不想回答的表情。我不想回答。你不想回答什么？你还没问。因为听我们读到资料说，他是刚出道的时候呢，被记者问了，他说他跟赵薇在班上还不错，结果就被写的好像他想要攀附赵薇，所以他从此就有障碍，再也不愿意谈感情的事情，是这样是不是？从来没有过。这个是什么心？没有吗？从来没有过。所以你没有说过你暗恋赵薇的事？这真的是被你们台湾媒体给我真的，我发现我每次来台湾都很惨。是你们公司发的稿啊，真的。一直写说你暗恋赵薇啊。请问是哪个公司？就现场有一位先生嘛，硬要给我这个资料，我真的我很困扰。你跟赵薇同班的时候没有暗恋过她？第一次来台湾做《大汉天子》的宣传的时候，我已经被。绕，最后还是给逼问出来。谁有啊？真的有吗？算是有过暗恋吧，是。这样可以做成预告。